血不多。他们落后的那个人，他随意的，他里面了。上最后人了，我刚从天上看地有信号枪，你们谁骑着自行车？有人骑自行车吗？不行，没意思。来人了！有人骑自行车。来人，在我脸上。还有人骑，这个大伤，这个大伤。脸上和脸上。标点要不要竞标？这个石板子后面，我以为往大伤跑了，他没血，他血不多。还有人呢，我听着好像是你。你猜队友来不来捡个芯片？有芯片拔了。搜搜两把神秘钥匙，我这有两把神秘钥匙，搜搜看上哪儿。神秘钥匙，那种房子，这房子吧，这种房子有，在圈外呢，没用。咱们能不能想办法上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啊？找紧急呼吸，上高塔上。哎呀！对面的吗？我拆他妈上小厂了，开车吗？咱这得开车，还好不用。八，不是，一级烈烈的，这个地方他可以抽八，路上的，往那边走一个。
后边也不得抽死他。楼顶还有人。那个楼，那个楼，275W 的。先来防去。木头砸脸。雷倒了，过来。挂雷，好像没挂，还有人，完了。啊！这都没倒，我被那个隔岸楼的人打死了。我脸上三个，他们三个人只有一个倒，击倒俩了。我救人呢，救人呢。我手被击倒了，没用啊。被击倒这个。然后挂他又闭麦了，他根本不管咱们的，没意思。大倒了又打，结果他妈的我被那个楼上人打死了，这帮狗东西。我退了。